那个同学们，这里这里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这个时候得唱首粤语歌，我得立班打工仔。还不快点！还不快点！哎，都怕了。二刀早，早二刀，二刀早，早。干嘛？这些行李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听说要住，对，要住外边。但好像不是让你们来演男一女一的啊，这次。对，我们是来跑龙套的。对，群演准备的，比如现场用的啊，小商店包那种小背包。对，方便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开箱检查。啊，真的开？我真没啥可晒的。我真没啥可晒，一双拖鞋，一个洗漱包没了。二导，你看这是画剧本的那个荧光笔啊，这都是干活赚钱用的。然后可能这个能用得上。哦，药得带上，维生素啊。喂，你身体真有问题，那么多药的，就是以防万一嘛。你看二导，我很认真的，我为自己 VR 衣都带了。哇，你还带 VR 衣？有备而来。这个 VR 衣是我非常非常视它为宝的，因为这是成龙大哥亲手送我的。VR 衣啊！妈呀！我怕打开拉不上了，合不上了。哇，你去旅行啊，准备啊？这是里边拿的一些生活用品啊，纸巾啊什么的，暖宝宝。我把我的月鹅穿上。要月鹅呀？其实我的行李箱里没有太多的东西，主要是我紫色的横店牌月鹅羽绒服特别的占地方。水杯也装里面吗？装啊。不会吧，我们仨都是一样的水壶吗？喂喂喂，今天整个流程你们马上就要跑组的了，那你们那些有的没的就别带了，你们自己赶快去挑一些，自己要挑好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背包客了呗，滑剧本的，搞几个暖宝宝贴，柿子饼，化妆包。哎，宝贝，给你。哦，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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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带了。因为拍戏对于我们来讲，暖宝宝很重要。我带一堆吃的，行行，带了一些零食，然后创口贴、泡面。姚文，你跟我混吧，我有威亚一，我们可以多干点别的活。行。主要还是拿了水杯，还准备了马扎，就是怕现场没地方坐嘛。这个包简直为我的椅子量身定做啊。喂 ,OK 了吗 ?OK,OK。Okay, okay. 没机会拿了啊，箱子留在这里，跟我进去吧。各位，简单跟你们说一下。今天其实来呢，就是希望各位来体验一下一下横漂。就是 TVB, 我们很多艺员嘛，他们当时在训练班训练的时候还没毕业就出来跑龙套，在现场看到底是怎么拍戏，他有这个过程。我以前拍过一部戏叫《我是路人甲》嘛，看过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到底为什么来横店了？梦想，做武打巨星，追求事业成功。那你们觉得自己能成功吗？我一定能成功，我相信我也可以。横漂怎么赚钱的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我听说那时候没什么镜头的话，100一天。他从30块开始的，很多年前，他现在是120。啊。然后呢，他有些人有趣的，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是可以加薪水的。我听说剃头什么就可以，剃光头。下雨啊，会有钱的，会加钱。你吐水、下跪，各种的，所以呢，你们。之后安排的事情比较被动，但我提醒你们，你们在收工的时候看看你们可以赚到多少钱，然后呢你们就自己要付生活费，所以你们要醒目一点。然后呢，当年拍的时候有一位横漂，现在已经变老横漂了，我们有请沈凯老师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老赵，老赵，老赵，大家好，我叫申凯，我是《路人甲》其中的一个演员之一。我在横店的这边也大概十多年的时间了，反正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。好嘞，谢谢。那我就具体再说一下我们后面的一些流程。来横店的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办演员证。有了这个演员证呢，才能在横店接戏。我这边有报名表，先把上面的一个姓名、性别、年龄这三项先填好。填完这三项呢，我们待会儿统一的就是去量一下身高和体重。横店这边呢，对身高比较有要求，女孩子呢基本上要在1.65米，啊，那个1.65米以下呢就是比较吃亏。那男的呢？男的要必须在1.8米，1.8米以下的话，前景群都进不了，只能跑群众。哦，这要求这么高？对，您刚才说1.8米以上，我心稍微碎了一下。碎了一下，没事吧？哥，你有脸，你看，脸有1.8米，腿没1.8米。这边是来量那个身高和体重的。妈呀，谁先来？我来，我来。反帅气，这自信，你看他。请站起，正在测量身高。您的身高是180.5厘米。您的体重是65.5厘米。好，下一个。您的身高是180.5厘米。过了可干活的线就好了。182.5厘米。您的身高是183.5厘米，168公斤。进那个前景群够了。168厘米，166.5厘米。来吧，沈月，给你垫个底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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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拉伸一下。什么瑜伽动作可以把脊梁骨稍微撑一撑？哇！您的身高是175厘米。您的身高是159厘米。聊完了，只有1.59米。沈月，啊，有没有不服？不服再战。我没有不服，我只有不足。没有不服，身高不足。那个，现在我们下一步呢，就是到窗口那边可以办演员证了。在等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家先说一下，横店这边的古装戏比较多，对女孩子的头发呢也有要求，必须要过肩长发，短发就不行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必须要黑发，不能带有颜色的头发。河马对吗？何宇，河马，河马。你们演员证已经帮你们做好了，喂，可以干活了。郭晓婷，哎，来了，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演员证相当于大家在横店一个身份证和景区的一个通行证，反面你可以看到有个二维码，扫码进群，有很多剧组需要人呢都会发布在这个群里边。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演员工会，我们这边有个服务部那边蹲点，等剧组来挑我们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捡到鸽子。捡鸽子，捡鸽子就是别人可能没有来得及到了现场，然后到那边点名，点到他的名的时候，哎，他没来，然后临时可以把你，你也可以啊，然后就把你叫上去。嗯，所以啊，大家反正积极一点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，可以走吧，干活吧，干活了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Hello, hello, hello.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, hello.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